陈峰刚刚在睡觉，有那么累吗？累啊。还好吧。真的吗？很近哦。刚刚还 OK 吗？行啊，有一段好冷啊。对啊，超冷。他掉了好多东西，他掉了福利袋，掉了牛钩。啊，可是已经很棒哎，明天要不要再试一次？有啊，有啊。好玩吗？好玩。很轻，很轻，超轻的。很冷，很冷。对啊。那个珊瑚山。对，一整片呢。山哦，超美。因为它那个冷流的地方，它是感觉是一片，就是雾的。雾然。对，然后一片很热热的啦。对，我就想说，干那个进去一定就不知道多冷，不然就多热。老板，你卖我啊，五十收。好 ，double 价。你说五十的 double？ 五十的 double 没有，想太多。吓我一跳！现在呢？要去东青夜市。如何？钱要先付啊。什么？钱要先付。你付吗？还没找啊。嗯，好good。好吃，这个是不是很好吃？好吃。
这车的音效不是给爱丽丝。然后他们先拿手电筒。哎、欸，他说他只在找阿雅雅的，没看到我脸的。那是炒饭哪里买的、啊？一样那个广告里面啊。有啊。那个一起吃了，再喝两杯再剪啊！你跟阿六，阿六五号宝，谢谢，谢谢啊！不行，我怕你乱撸一个洞。他帮你撸一个字哎，我们一人帮他撸一刀好不好？不要闹了啦！打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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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灯！我也想打灯，不要放。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哎，潜水人就是喝完酒要剃头吗？哦，有，一起来啦！威廉，威廉，好的。哎，我今天的会计呢？记得帮我收钱哦。哎，威廉人呢？躲起来。是你做的？你不要流汗好不好？你头皮都汗呢。头皮都汗。不要为难人，满满的都是汗。他们那么多光照着我，怎么可能没有汗？我们买了两支红酒，喝个酒配个下酒，一支格兰杰。